哇！结果这一个离垒啊，反而是引发了一个牵制的失误。嗯，他也有那个气度要跑了。有，哦，撸耍撸横。对，他已经在准备了绑鞋带哦，有准备要跑绑鞋带。不过那个肢体语言就是想要跑的那种行为。而且离越离越远，哇！这个牵制如果准，应该会出局。哇！所以就是一垒手接球了。不至于太离谱，但是自己的队友没有接得很干净。